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，这边的话教一下大家白嫖队友时装一整局的方法。具体效果的话，就是一整局的角色互换。另外这个方法的话，仅限 PC 有用。这边先展示小说家的视角。首先，被白嫖的队友要带上小说家做不了的动作，白嫖前队友把动作窗口调出来，然后这时候小说家进行白嫖，队友按快捷键接受白嫖。这时候队友可以看到右下角会多出个灰色的白描键，然后队友做一下动作，出现控制不了走位的时候，按下取消白描，这时候白描键就会高亮，但此时如果走位失灵的话是白描不了的，可以去翻窗恢复正常，然后再白描队友再取消白描就可以卡成功了，但似乎是有概率性的。然后展示队友的视角。最后说一下，这个方法仅限大家自定义玩耍，切勿在实战中恶意使用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